原来如此，你是一只半妖啊！我以为叶公子会因为我是妖精而感到失望呢。怎么会呢？你那么善良，比起人界那些外表道貌岸然、内心却阴毒的人，强上百倍。是啊，人界和魔界好像都没有我们生存之地，所以我娘就带着我爹来到幽冥地狱生活。 也就是说，你一直生活在无常界。那你也一定知道，去仙妖半魔洞的路了，可以告诉我吗？我要去那边救人。当然，那个人对公子一定很重要吧？算是吧。你能帮我吗？当然，既然公子这么信任我，那梅尔自然会尽全力帮助公子。<笑>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公子，公子的叫我，叫我哥吧。好。 那我就叫你叶哥哥了。叶哥哥，这里便是通往魑魅林的密道入口的溶穴洞了。我娘当初就是从这里逃到幽冥地狱的。哎，这就一破石头堆，哪里有洞啊？ 哎，我去！叶哥哥，我们进去吧。那什么，这个给你，下次要再遇这种事儿，我来。让你一个小丫头流血受伤，午夜不归可不是这种人，说出去让人笑话。我现在知道我娘为何会放弃修行，喜欢上人族了。叶哥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走走。 Hehehehe
没想到我不用出去就有美味送上门来，一个是妖族混血，魔族混血，有意思。你说啥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魔族和人族的混血呀。这气味不会错的。小爷我和你们不一样。一样或者不一样没有什么区别，马上你们都会成为本王的食物。谢哥哥，我娘说冷血洞中的蝙蝠妖王有百年道行，很难对付。叶哥哥有够肉麻。不错呀小子，可是这洞中吸血蝙蝠千千万万，我看你能烧得过来吗？火灵剑诀，烈焰分身。哼，亏你在这破洞里修炼了500年，一点实战经验的头脑都没有。爷爷，我能这么直愣愣的杵这儿任你挠吗？叶哥哥好厉害！叶哥哥，我拖住他，你快赶紧离开这里。学艺不精还出门乱逛，真有你的啊夜不归。火灵剑诀。没事吧？叶哥哥小心。这是我刚认识的媚儿妹妹，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呀。呀，叶不归，这次怎么那么积极呀？哎呀，你就是上官才姐姐吧？叶哥哥经常提起你，说你形象好，气质佳。叶不归还会夸我，难得。只是什么？脾气有点暴躁。我是说你性格豪爽，而且下手比较重。别捏耳朵！别打了，
对不起，都怪媚儿我，让你们闹不愉快了。媚儿，你只是说出事实，不是你的错。那难道是我的错？叶哥哥，不要怪上官彩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们了。媚儿妹妹。